三哥，你性格外向得多。我们一会儿去拉会儿，一会儿去养猫，知道吗？养猫也是该当睡。哇，师傅他们没看到人都安不出去了呀？啊，他们都街上去了，你们几个耍得回来？啊，刚刚在弄完巷子，安逸了，好大的太阳哦，下午。有嘛？今天刚刚晒的鸭子，我们今晚上吃鸭子。弄鸭子啊？那里有个专业的，杨刚。快来，你拿手菜，今天晚上展示一下。我来，今天晚上吃鸭子。我来嘛。你那跑不好的，你没得事，不影响。我想把鸭子宰得有讲究的。哦，那你来，要几多你？要的啊。哎，等等，你穿白衣裳，等等，我拿个围儿带头。来，那么快，装备还是要带起。你的手艺，要的啊。教一下嘛。你不要弄得不好吃哦，等会儿那么收藏。你别闹哦。他们儿，既然你哥哥弄鸭子，然后你跟他打下手哈。要的。啊，我今天我耍。要的。你师傅交给我们了。你都很熟悉。谢谢。还有小鸭子弄啥子？我去。泡姜，泡姜。还有啊，姜蒜，我去弄去。好。哥哥，你在做啥么？我在弄鸭子。好吃不？我哥做的肯定要吃噻，我哥是专门做鸭子的。哦，专门做鸭子的，要得。你可不要做快刷了鸭料理了。嗯，好，快点玩。对。后面你望到人家师傅的鸭子咋子？我看他好久落到锅头，他把那锅往那边转点，他接到起。你看见锅锅弄啥子，然后还炒啥子佐料？你跟我说，到时候我还去找。都给他拖到外头了，都洗了。好。我四川闻到香味了，咋开都跑进来弄啥来了？是不是熟悉的味道嘛？嗯，那我吃咸菜了，今晚上。你们弄些啥子够吃不？够吃了。全部都摘到，里面全部都摘起来了。哇，那我先弄娃儿洗澡，我还把这点小水抠。要得，你先弄娃儿去洗，肯定今天耍累了，等两个都要再瞌睡，没睡到午觉。耍都耍两个了。好的，那你们弄啊。今天又有客户了，不过你弄的这个鸭子巴适。上次跟你讲了的，喊你过来吃，你不来吃，我只能是你屋头亲自弄给你吃了。三个娃儿呢？俺不是想睡了。啊，万一丢啊，乱些拿的，老师真的我重新拿嘛。不要那么高，我就只顾着吃个呀。我真的。来，我拿你。看到你们俩喝得完不？啊，看见狗血。哟喂，还是白行。多多，你祝你出轨没有？我肯定喜欢了噻，为了来你这里，我星期五晚上一放学我就赶完了。哎呀，三生的胆子才大哟，那个踢的滑梯只跑那个，他跟我一说，二逼都不敢。他胆子好大，比二姐的大些。他后头把你坐那个秋千的时候啊，他给走开，喊我来，他跟我逮到起。那个二妹就喊我长到起，把牵到起绳子摇。嗯，他们就是有胆子大，有胆子小。嗯。一个三哥的性格外向得多，我们一会儿睡拉会儿，一会儿睡养猫，知道吗？养猫也是该当睡。你的这鸭子好吃不？肯定要吃噻，我哥做的蛋。你是还是你哥做的？啊？你天天在家里面吃你哥做的都没吃够啊？我还偶尔吃过的，我今晚天天都吃我爸爸的。哎呀，你太捧我们家哥的场了，是不是？哇，你家好安逸，都是男的做饭。对呀、啊。哎，你得学哈。嗯，没有，我不学。不学呀？要学。那有哪弄饭呢？哪个弄饭啊？要我噻。我上了班回来再给他们弄。你上班回来才弄啊？你梦到你娘们咋子？刚吃了花椒拎到去了，牙板空的。哎呀，香得很了，出色！哎呀，不摆那些。哎呀，来嘛！哎呀，宝贝。那都要成鸭了，是不是？肯定是怪炸锅，不都自己把自己的牙巴都难搞出来吃的可以都精致。哇，那是让给我们呀，同学们。多吃点喽，不要蒙牙巴喽，啊。都没蒙了，吃起了。多喝点杯杯头的，麻麻的，酒精麻醉。对，消毒嘞，来我们消毒呀。把那个辣椒先捏点，教的好。二天有空随时经常过来耍啊，有时间就过来，你弟弟过来，好，感谢。师傅，哎，我们就先走了哇，明天弟弟要读书。走了，袁先生。啊，该走，舍不得走啊！快点，过来，过来，走那么多，好。
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快回去，姐姐还用你说对了，还继续噻。走，萝卜干你喜欢吃？你先吃萝卜干吧，姐给你弄好。明天都说害羞了，脸都红了。你先谢谢没得？想可以。那我们就走了，姐。要的，要慢点。嗯，要的。要的。慢慢走了，不再耍会儿啊。也是呀，想到你弄娃儿时候都没喊你。走了二哥，他明天上课。哎，这个东西咋还没睡着？下回放学。又跑这又醒了。火火跟着姐姐来耍哈。跟姐姐拜拜。苏姐，你定了，时间都已经定了，拜拜。你喊拜拜噻，你逮着高子哎，乖乖，这娃儿逮着，拜拜。你要逮着车子就走不得了，跟我一起好吧？走，跟我一起。这中午去玩去不？跟我一起，去不去？啊，逮着了车子，去不去？三，等会儿你开车慢点，我喊姐，开车慢点，等你啊。好，要得，好，拜拜，会送你们了哈。好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